屏幕出现线条，不要慌，看看我如何修复。刷到这个视频能给你省一大笔，点赞关注。今天刚一个 Mate 30的客户发过来说是出现的，要压白的这个构造的记号，然后看一下这个线条的，来捏一下白线，它这个线会少一点，这种的话是白线松掉的，直接给它干一个这个，换一个这个绿牌就 OK 的啊，直接盘它。好，现在分离机上把盖板先给它分掉啊，把这个背贴给它撕掉。啊，把这个盖板给它分掉了啊，然后把这个坏的排线给它撕掉。好，把这个液晶给清洗干净了啊，然后从爆屏上拆下了一根好的排线，直接上机器，完蛋。好，把线路对好，直接北压。OK， 压好了，拿下来测试一下，还是看看这个屏幕啊。OK， 完美修复，可能左边有很多线条的啊。OK， 这个Mate 30排线松掉，然后导致出现，直接换一个绿牌，完美修复，还是看看这个屏幕。OK， 完美修复。